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天阿俊。今天呢，我们在哪里？对啊，怎么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？哦，在我家的这个阳台啊，什么时候跑到这上面来了？从这边跳下去，然后再从这边再跳下去哦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今天我们要来干嘛？听说这个洛圣都的南部呢，多了一家非常大间的租赁公司，我们打开地图，甚至他都还做出图示。打开地图，他的图示就是这个红色飞机，他开了一间红色飞机的租赁中心，然后这边是没有任何的说明。可恶，为什么他可以放一个红色飞机在地图上？那我也要放个这个小富偷车图示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那有听说这个老板好像是麦克开的，没想到麦克这么无聊，在那边开了一间这么奇怪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还没订阅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啊！首先呢，我们就直接去那一个租车中心看一下，他那个到底是在租什么车子？这样感觉会间接影响到我这个小富偷车的生意耶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开一台帅一点的车子过去啊！来，这台够帅了吧？直接冲过去！下山最快的路。等，冲力有点太强啊，然后再往这边走，我们就可以下山了。小心！开到别人的屋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，大家不要紧张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再从这边，我们就可以正确的下山啊。摔的东倒西歪哦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好了，我们已经顺利来到这边了，我们接下来只要用最快的速度飙过去。呜呼呜呼，看来飙过去还要一段时间啊，没有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机场附近。我看那个图示是在机场的上面那边吧，所以我们先往这边走，来最快的速度，结果打滑，哇嘞，这车开太快也是会打滑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再往这边，哎呦，这都警察哎，然后接下来我们从这边跳下去，基本上应该已经快到了吧。我看那地图好像是要从这个地方进去，前面这个地方，怎么没有找到那个路？哦，这个吧，是这个路口吧？然后我们先从这边进去，然后这边左转。他把租车中心开这个地方，怎么可能会有生意？对不对？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有个警卫，可是没有看到租车中心在哪里啊？我们明明就已经来到地图上的这个位置，我看一下，没有错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可是没有看到半台车，所以难道他这个租车中心是有玄机的？我们先问一下这个警卫，说一下这个通关密语四个字，四个字的话应该是什么？阿金好帅，是不是？来看一下是不是阿金好帅四个字？出现选单你们看，车子直接跑出来，而且那边有个租车的选单呢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租这些车子，然后这一半边全部都是白色的车子，然后右边有一些比较慢一点的小布布车，然后到比较贵的，所以它车子也是有分等级的，对不对？有黑色的，有没有？轿车类的，然后跑车类它是白色的，所以它这边我刚才看是有选单可以租的，我确认一下，
靠近就有选单，每一台车有每一台车的价格，你可以选择说你要租几个小时，我们看要租哪一台车有没有？完了，我看不懂哪一台车是哪一台车啊？我们就租这一台 XF， 然后一个小时91块，所以我们就租个两个小时会不会太久？两个小时182啊，它最少好像就是。哎，可以租一个小时的这个本质 XF， 租一个小时91块，租下去了啦。好了，我们租了一个小时，然后 XF 是哪一台啊？完了，我对车子完全没概念，是这一台吗？哦，这台是血汗宝马哦，好像在我有这个上帝视角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偷看一下这是什么车哦，炼狱魔桑托劳哦，本质 XF 是这一台啊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拿错车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单机模式没办法说像线上有没有靠近按一下下，它就会跑出那个车子的款式哦，这个不行啊！来，这样一个小时到了是不是？那我们要看一下现在几点？现在是12:30，所以我1:30要回来还车。好，走，嘿嘿。这样子我们就把一台超跑给借出来，欸，那我就不要还啊，我就直接这一集就直接变成小富偷车啦，直接把他租的车偷回家不就好了，欸，对不对？好像有一点道理耶，欸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等那个租赁的时间到看会怎么样啊，我们1:25就要还车啊，现在已经是12:48，我基本上只能在这边的机场这边绕个一圈，有没有？反正这台车可以啊，撞撞也没关系，反正是租的嘛，对不对？来，甩尾，差不多要回去还车啦。现在已经12:55了，来，我们还车还有20-30分钟，如果慢还不知道会怎么样，欸，我们看一下，来，用最快的速度，哎呦！快迟到了哦，现在1:07啊，来，我还车，我要怎么还？我们就故意在这边等一下，现在1:13，如果我预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欸，他这个模组有做到这么细吗？还有5分钟，我们就预期了，4分钟、3分钟、2分钟，预期好像也没关系啊。而且你看他车子不见了，欸，我要怎么还车？欸，这警卫走过来了，你在干嘛？我是要来还车的，啊，不要紧张啊。他这一个还车中间算是隐藏的，欸，他这边写说我已经租车啦，但是我想要再继续借的话，请先归还。我要怎么还？欸，他没有跟我讲说车子怎么还啊？靠近这边吗？靠近这边。不是，欸，我们要直接把车子停进去吧，这样子停在我刚才这个第二格。好，我们车子已经归还了，不要再讲说我没还了。这台车我保养的跟全新的一样啊，对吧？看得出来吧，完全没有任何的损伤啊。有时候我们租车在交车的时候都要看一下有没有刮痕，有没有还车完全没有刮痕。如果有看到刮痕的观众，可能要去配一副眼镜啊，因为代表说你可能眼睛视力稍微出了一点问题啊，绝对不可能是我撞成有刮痕的样子啊。好，我还车了，这样可以再借车了吧？看一下。哎，为什么不行？他现在还车不知道要去哪里还呢，欸？我这个不是已经还车了吗？难不成还车不是在这边还？哦，还车是还在这个点上面啊，这样子就有还车了啊，有吧？我这车跟全新的一样啊。来，我们再借一次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哎，为什么他刚才扣了1000多块？我迟缴哦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借这台我也不知道什么，我们给他借个1小时啊，105块而已啊。走，哇，车子又跑出来啦。我们当然是要借这一台啊，应该是这一台吧？这台，啊，我不是借这台哦，欸，他说我没有这台车的钥匙啊，所以我借的不是那一台车，欸，那我借的是哪一台？因为他那个借车选单都是英文的吧？还是这一台？我们就一台一台上就知道了。
也不是，没汽车钥匙啊！哎、欸，但是他没汽车钥匙，我还可以上车哎、欸，好好神奇哦！来来，我们看哪一台车我有钥匙，我就知道了。欸、也不是哎、欸，不过我到底借了什么奇怪的车啊？难不成是这一台？我到底借了什么车？我自己不知道，尴尬了，奇怪了，对不对？都没有钥匙哎、欸，还是我刚才没有借到车？我刚才是没有借到车吗？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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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借一个小时，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台、欸，然后我花了100块啊，很快很快，随便挑一台啦，管他的。哎、欸，有有有有有钥匙，那我应该借的是这一台吧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开不了哎、欸，我的钥匙不是这一台的、喔，还有这样子的、喔，哇嘞，动不了啊，奇怪了，哇嘞，我借的是哪一台啊？哎、欸，带不走哎、欸。还是这一台，等一下，我看哪一台能发动就知道了。这台也不行，搞笑，借个车好难啊！欸，是这一台吗？也不是，可恶！他每一次这个租车界面为什么要英文版的啦？他这样子不知道英文不好的人不知道怎么借车吗？哇，尴尬，我完全不知道我租的是哪一台。傻眼，那我把之前还的这台再借一次吧。哎、欸，他不能这样子啊！我到底借的是哪一台啊？古罗地P字R吧？不管啦、啊，把它开走啊！硬开是会怎样？完全不行哎、欸！完了，真的 BBQ 了。还是我们可以把之前还的这台直接再开走？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！为什么赚到？嘿嘿。是不是这一台变成我的了？然后这一台我应该是开不走吧？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它这边整个坏掉啊！然后不然我再还一次嘛，对不对？我再去还在那个位置，这样算还车吗？看一下，还车。他这个租车中心有 bug 啊！哎、欸，可以了，这样算还车啊？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干嘛？他不给我租哎、欸？他知道我来乱的哎、欸！来、欸，干嘛干嘛？我大学是跆拳道冠军啊！等一下，他这个租车都按几次？直接一个坏掉是怎样？傻眼！我不管了，我直接把他车子给开回去啊！这是你逼我的、啊，反正这一台我有钥匙啊！走走走走走走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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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别管这么多了，直接把他的车子给偷走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要还的意思啊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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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我们这边快到家里了啊！我们也稍微把这个车子改一下，就变成自己的了。不然这个白色，等一下被认出来是他的租赁车，这样就不好了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我们稍微烤个漆。啊、旁边怎么会有血迹？该不会是那个警卫的吧？好了，我们稍微在这边改个车，改个颜色，先把它修理好，有没有？然后颜色的话，你们觉得改什么颜色好？我觉得改个黄色类的比较亮眼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一个超跑黄，不够黄吼，赛车黄，这样子帅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这样子我们就有一台非常非常帅气的车子了。哎呀，帅！等一下，我怎么好像听到楼下有一个枪声？哇嘞！谁啊？这是麦克吗？哇嘞，麦克直接砸到我家来！哇哇嘞，我只不是跟他借个这个租车，他有必要这样子吗？丢个年弹下去，这是你逼我的，好像丢太远。引爆引爆引爆！这样子，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欸、他人嘞？他人躲在哪里？你给我出来哦！哇嘞，麦克直接冲过来啊，是怎样？目前是没有看到他人在哪里欸，他是躲起来了是不是？我只是丢个年弹，他挺会躲的啊，好像在哪里听到他的声音欸，他是跑到另外一边去了是不是？我们确认清楚，我有听到麦克的声音在那边叫，可是完全没有看到人啊，不然丢一个年弹在这个消防车上面，还想跑？
可恶，麦克不知道跑去哪里啊，他这样子我怎么敢出去，有没有？还是他已经被炸死了，也是有可能欸，对不对？我们下去看一下。哇塞，他真的是认真的吗？我只不过跟他借的一台本职 XF 而已，他有必要这样子吗？我听到声音，可是就是没有看到人哦，在这边啊！哇嘞，快凝弹丢过去，这是你逼我的，你逼我的，警报！他死了没？他死了没？应该死了吧？哇嘞，没事。他怎样？他主角之力是不是？直接火箭炮轰过去了啦！人类，还是我啊！哇塞！再炸！再炸！再炸！哇塞！他怎么那么强？他炸不死欸！哇嘞！狙击枪！狙击枪！狙他！他人没事啊，完了，怎么办？只能逃了啊！这一次我惹错人啦，惹到麦克去了，对不对？反正我们先躲再说。来来，这台车就有，这台车就有，我有枪，我有枪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让我让我，我现在在逃命啊！不要开玩笑啊！看来我们只能躲去别的地方了，对不对？好啦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得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